我要是喜欢江谷南，就天打雷劈。原来是你，是由张轩瑞、罗雨桐领衔主演的甜宠剧，该剧已经定档，将在12月25日开播。剧情讲述了柔道少女原来与游泳学霸江固南自儿时一别后又在大学校园重逢。男主江固南是个让人又爱又嫌的游泳天才，外人眼中的他似乎难以接近，而当他面对女主和爱情，却常常表现出二哈般的可爱与笨拙。女主则是外表强健，却有一颗少女心柔道的运动员，拥有天生的自我反差萌。而是青梅竹马的两人在大学时再次重逢，面对的却是突如其来的爱情攻防战。该剧已经定档，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